哎，有毛！有啊，上车。悟空被师傅赶走了之后，感怀身世，思前想后，真是百感交集啊！他追随师傅上路，尽心尽力咁保护他，估唔到落得如此下场嘅。回想起前尘往事，就真是肝肠寸断啦。白家一家三口遭逢此劫。为师打算明早同佢哋做一场法事，超度佢哋嘅亡魂。吴正能，你哋两个过嚟。师傅，师傅啊，咩事啊？吴能，悟空走咗，以后你就系大师兄，你要生生性性嘅，知道吗？唐三藏正喺度专心念经嘅时候，危机已经降临啦。师傅一定被人妖精捉咗啊！咁点算啊？师傅一定死紧噶喎！唉，咪就系咯，师傅一定死紧噶啦。所以咧，我哋分定行李，大家各有各路啦吓。以后咧，你就翻你嘅流沙河，我就翻我嘅高龙庄吓。唔好啊，二仙啊，二仙啊，你求下你啊，你我一齐去揾师傅啊。揾咩师傅先得噶？你平时都冇听师傅教诲嘅咩吓？我哋做人咧就各有业报，各有因果嘅吓，你明唔明啊？我哋去唔到取西经咧就天意嚟嘅，唔关我哋事嘅吓。不过你唔使担心吓，我唔会分少你嗰份，我分多份俾你添吓，冇所谓嘅。唔准分啊！意思咩啊？如果我哋唔去救师傅咧，师傅一定俾妖精食死紧噶。我求下你啦，同我一齐去救师傅啊！唔该你啊。唔系我唔肯去救啊嘛。只妖精神通广大啊！大师兄啊，三番四次都打佢唔死，仲俾佢激走添吓！我有乜办法吓？我有乜办法对付佢？咁啊系吓？唔系啊，唔系啊，唔系啊！你记唔记得啊？你打烂大师兄把妖脚咧，你咪同大师兄打起上嚟嘅。我见到你哋两个咧打成平手嘅咋？二师兄啊，你话晒都系天蓬元帅啊！咁你法力高强，你平时咧可能咧啲潜力咧发挥唔到咋？你记唔记得？你谂真啲，你同大师兄打咧，真系打成平手咋？你法力好高强啊！二师，咁啊系，我只要出尽力，只死马骝都唔系我。二师啊，二师啊，你信我啊！只要我哋两师兄弟同心协力，一定救到师傅噶。唔该，你我求下你啦，快啲救师傅，明师傅死紧噶。好，行啦，咁就我老朱，替我神通广大。一起同你救翻师傅出嚟，得啦得啦，行啦行啦，吓有咩啊？师太，我哋唔知道妖精出咗师傅去边噶喎。二师兄啊，你唔知道我唔知啫。呢度嘅山神土地咧，一定知道只妖精住喺边度。咁我哋揾到佢啦，咪揾到师傅咯。话分两头，悟空离开咗师傅之后，就翻去佢嘅老家花果山啦。哎呀，原来佢班猴子猴孙正在面临最悲惨嘅命运，就系俾啲猎人追住嚟捉啦。
算弊。就喺呢个时候，齐天大圣翻嚟啦！悟空决定以牙还牙噃。呢班猎户简直灭绝人性啊！佢捉晒我哋成班马骝，嗰啲伤佢死嘅要嚟剥皮拆骨，嗰啲生擒活捉嘅就逼佢哋打关斗跳火圈，喺市集表演卖艺，嚟帮佢哋赚钱啊！系啊，大圣爷，我哋成班马骝伤嘅伤，死嘅死，搞到成个花果山七零八落噶。系啊，岂有此理！凭什么喺我花果山搞搞震，欺压我啲猴子猴孙系嘛？死啦！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扫地恐伤流毁命，爱惜飞鸟沙蚱等。老孙姑念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今日就放过你。但系我要你哋人人剃度，个个做和尚，以后不得杀生。如果俾我知道你哋唔系诚心向佛，哭丧棚时候，猴子猴孙，个个要佢剃头，一个不留。其实在悟空的心里面最念念不忘的都是他的师父。悟空的师父唐三藏真的惨了，这么大个煲是拿来煲他的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唐三藏一点都不怕死，只是后悔错怪了悟空。相公，叔叔，我有件事想求你。我哋已经做咗五年嘅夫妻，我嘅脾性你应该好清楚。救人一命胜做七级浮屠，更何况唐僧佢系修行十世嘅高僧，必定有神灵护荫。如果你食咗佢，个天一定唔会放过你。放过佢啦！我一直以为你好讨厌我，原来你系咁关心我噶。相公，人非草木，你对我好，我好感激。但是人妖殊途，你始终都唔可以爱我嘛，系咪？天地作万物，点解要生我为妖？点解？你在做什么？嘘，叶仙啊，我看看有什么动静啊。根据山神土地所说，这里应该就是白骨庄的了。你看你惊成那个样子。叶仙啊，不要大声说话，你的妖精听到就不得掂的了。哈哈哈，怕什么才行？我啊，连只死马骝都不是我手脚，区区一只白骨小妖精啊，我猪天蓬元帅啊，点会放喺眼内先得噶？缩头乌龟咁先得噶。我哋而家堂堂正正嚟嘅，吓学嘢。叶仙啊，猪八戒以为自己真系好好打，竟然堂而皇之咁嚟到白骨庄嘅门口噃。啊！
放个声，你要快啲放我师傅出嚟咯！如果唔系，要你死无全尸。讲你又讲，你又唔识讲。我要你死无全骨，系死无全骨之音。估唔到我放过你哋，你哋居然自己嚟送死啊！妖精唔使讲咁多嘢啦，我怕你一阵笑唔出咋。师弟上。不自量力。师，你点啊？点解唔够佢打嘅？唔怕，我再嚟过。好。一、二、三，你顶住先，我去谂办法。哦。都系失保命，揾笪地方匿埋先。走去边度好呢？咦，有计。咁就万无一失啦。各位同僚，大圣有命要保护唐僧，而家事情紧迫，我哋唯有借助天蓬元帅嘅躯体，执行保护唐僧之命。四大金刚嚟啦！妖精，如果你胆敢喐我师傅一条毫毛嘅话，我大圣翻嚟一定会放过你嘅。我对真你咁样笑啊！医生，医生，我嚟帮你。师弟，呢度交俾我，你救师傅。哦。罪过罪过，我唔系想杀生噶。师傅。本来保障过个太子，五年前俾阿雨精捉咗翻嚟。系你圣僧，你两个徒弟而家嚟紧嚟救你，我特登嚟放你嘅。真嘅？唔得！如果你救咗贫僧出去，万一俾妖精发觉，咁咪连累咗你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素素嘅多行不义，必遭天谴。其实我亦想趁呢个机会同你一齐离开呢一度。殿下救命之恩，贫僧没此能。圣僧，莫你多讲。如果被人发觉，我哋就好难走得甩噶啦。你跟我嚟。哦。圣僧，妖精，唔好啊！师傅，殿下，贫僧。殿下，殿下，师父，圣僧，我唔得，我最后都离开唔到呢度。殿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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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父走啦，师父啊！冇时间啦，师傅，师傅，走啦，殿下，师傅。
追八戒有四大金刚护体，果然不同凡响，连白骨精都俾佢打到呕血噃，仲唔死？睇你走得去边？师傅，二仙啊，师弟，二仙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你冇事吧？师傅，为师冇事，你快啲去帮吴能手对付只妖精啦，快啲去！快！我绰绰有余。五能，师傅，师傅，五能你冇事啦嘛？我冇事，你有冇事啊？为师冇事。诶，咁啊好啦，我打走咗只妖精啦，打走佢。善哉，善哉。师傅啊，师傅啊，唔好讲咁多啦，我哋快啲走啦，如果唔系妖精翻嚟噶，我哋起程。好啊，好啊，行啦，行啦。四大金刚功成身退，猪八戒就散晒。师傅，二星醒啦！嗱，你冇事啦嘛？哦，系冇事冇事。诶，头先我太用力对付只妖精啦，就一时回唔到气嘅啫，冇事冇事。你刚才晕咗嘅时候，为师不知几咁担心。冇事啊，师傅，你睇我而家几精神，真系老虎都打死几只啊！冇嘢。师傅做咩啊？我都话冇事咯，你做乜咁嘅面口嘅啫？啊？殿下为咗救贫僧而招致枉死，我个心实在好难过。师傅，你原谅我。唔正冇心杀人嘅，你唔好讲啦，走啊，师傅，师傅。喂，师弟，你做咩啊？又杀人啊？系我唔好嗰时错手杀咗人，师傅你唔好讲啦，走啊，师傅。师傅，师傅，当日为师错怪悟空，将佢赶走。所谓一错不能再错，况且。你亦都系为咗救为师，所以先要枉杀好人。为师又点会怪你呢？多谢师傅。师傅啊，既然你知道你错怪咗大圣，不如叫翻大圣翻嚟啊！有大圣喺度咧，妖怪冇咁放肆噶。诶，师弟师弟，叫咩大圣翻嚟啫？而家有咩问题啫？冇问题噶喎吓。嗱，好似嗰只白骨精咁啊，同我打唔够一百个回合，俾我打走啦。啊，喂，老实讲啊。我用咗三成功力噶咋，已经打到佢甩皮甩骨啦，所以有我保护师傅，你唔使担心啊！吓，系啫，二星啊。不过如果有埋大星喺度咧，咁可以万无一失啊嘛。你放心啦，唉，阿师傅，嗱，以后无论行到边，等我老猪行先，我包保啲妖魔鬼怪、牛鬼蛇神啊，听到我老猪个名，通通走夹唔头啊！师傅，讲真啊，其实我啲功夫同大星咁上下噶咋，你唔使担心噶。为师曾立下誓言，与悟空永不相见。嗯，怕且我同悟空师徒嘅情分已尽。系啊，所谓茫茫天意不可违。嗯，你哋都唔需要多讲。起程，好啊，唔好多讲啦，起程啦吓。阿师弟，攞埋我支扒。相公。相公，相公，相公，你放心，经过炼制之后，你的身躯就永远都不会腐烂，你可以永远都陪住我，生生世世。你记唔记得，我曾经跟你讲过，我要今生今世都要同你起埋一齐，
三藏，求生不得，死不能。话分两头，诶，呢度系咩地方嚟嘅咧？咁多美女嘅，连啲轿夫抬轿都抬得好开心噶噃。哦，原来唐三藏三师徒已经进入咗宝象国嘅国界啦。官大哥啊，诶，请问你咩事咁大阵仗啊？哇，乜咁大件事都唔知啊？我哋宝象国公主啊，招驸马啊嘛，呢几日啊，都有几多国家嘅王子向我哋公主求亲。咧，呢个咪流难国嘅王子咯。师傅啊，我已经铺咗禾秆草噶啦，你过嗰边休息先啦。师傅啊，我准备啲干粮听日用啊。吴静啊，而家天色都唔早啦，你都系休息啊。因为明日一早我哋仲要去倒换关文。哦，师傅，咁我瞓先啦。系啦。啊，吴能呢？二师兄啊。师傅，点解会咁嘅？何方妖孽，竟敢喺度作乱？师傅，是我啊，吴能。点啊？高大威猛，英俊潇洒，一息间都认唔到系我咧。啊，师傅师弟，呢间大屋搞得唔错啊吓。诶，里边仲有高床软枕啊。如果嫌未够嘅，仲可以变多几个仆人出嚟叹下。二星啊，二星啊，哇！呢度咧，你变得好靓啊，你好叻啊，叻咧！你嗰净系只死马骝识变法术咩？我啊，假假地都系天蓬元帅嚟噶嘛，三十六变变间咁嘅大屋，好湿碎嘅啫。吴能，我哋几师徒前往天竺取经，就算系餐风露宿，都唔应该有所悬疑。为师会你马上将呢度变回原状。喂，师傅，而家有咩唔妥啊？我都系想大家住得舒舒服服啫，而家咁样点都好过旧市啊！你唔需要多讲啦，贪安日落非出家人之所为，你都系照为师嘅吩咐去做啦。师傅啊，点解你硬系讲极都唔明嘅啫？做咩有字唔在攞苦嚟身？你到底变定唔变？变！就变啦！阿弥陀佛！阿师傅啊，大屋唔住唔紧要嘅吓，只不过咧，我个样咧，我谂住即成日豬樣咁樣唔好啊嚇，肉酸啊嘛嚇，嚇親人噶嘛，係咪？誒，我諗住啊，變翻個人樣咁冇乜問題啊，嗬。一個人嘅外表根本一啲都唔重要，所謂金玉其外，敗水其中，外表只不過係一個臭皮囊。你執迷不悟，又點似一個出家人？你都係變回原形罷啦。其實咧嚇，阿師傅啊，人靠衣裝，佛靠金裝啊嘛，係咪？嗱，一個人個樣靚啲。唔需要多講啦，為師叫你變回原形。二星啊，二星啊，你都係快啲變啦，唔好激嬲師傅啦，唔該你啊。好，好啊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变翻啦，师傅。师傅啊，阿二星，而家天色都好夜好夜噶啦，不如早啲瞓啦，因为听日一早咧仲要换到关文件噶。咁好啦，你哋两个都早啲唞啦。哦，师傅。早唞啊，师傅。
月星啊，你都早啲瞓啦。你同師傅早唞啦。哦。舒舒服服，有咩唔好？我本身就一个善良嘅心，加埋英伟嘅外表，有咩唔好？餐餐大鱼大肉，食啲好嘢，有咩唔好？唉，明月照耀金银台。如果有一日，唔使咁辛苦去西天取经，又几好？如果有一日有间咁靓嘅皇宫住，高床软枕，又几好？如果有一日唔使去取经，有间咁靓嘅皇宫住，就加得个公主陪下，又几好？父皇，哎，有礼有礼。咦，王爷，点解你面色咁差？你唔舒服啊？揾御医嚟帮你睇下好唔好啊？我冇事啊，父皇。系咧，你咁夜嚟揾神儿，唔知有咩事咧？哦，我特登嚟有个好消息讲俾你听。加埋刘兰国王子，一共有18个王子到嚟轮选啦。我睇你一定可以喺其中嗰度揾到个最理想嘅夫婿嘅。父王啊，神儿都话唔想嫁咯，神儿情愿长伴父王。唉，自从5年前你皇兄失踪之后，母后就因为思念成病一病不起，从此我哋就两父女相依为命，我又点会舍得啊？但系父王依家年纪老迈，只系得你一粒女，万一有咩不测，咁又边个嚟打理国家大事呢？所以我要盡快同你挑選一個東床快婿，立佢為主君，以免第日國家無君，社稷無人啊嘛！父王啊，神兒平日見嗰啲咩王子，全部都滿身銅臭，俗不可耐，你神兒點嫁喎？我都知道你心頭高嘅，所以要揾夠18個王子俾你挑選，咁你咪將就下咯。父王啊，神兒啊，點都唔嫁噶啦。係。王爷啊，平时我就好痛锡你嘅吓，但系呢件事咧关乎社稷，我就唔可以由你作主噶啦。嗱，你听日就系轮选大典之期啦，你而家好地休息下，准备下啦，吓。全城上下严密查封，城门关卡一律禁止出入，但系仲未发现公主嘅行踪。唉。皇上保重，你同我全力落去，无论任何人找翻王爷翻嚟，我愿将江山双手赠送，绝不食言。臣遵旨。走啊走啊！都唔知点解嘅，无端端封城都有嘅，仲有咩事呢？我点知咩事啊？师傅啊，咁点算啊？嗰个皇上又话唔得闲悼唤关民啦，咁而家咁样我哋出唔到去，点啊？有乜所謂啫？呢度咁熱鬧，咁多地方逛，咁喺度留多兩日咯。你方冇日子你趕路咩？師傅啊，事到如今，我哋唯有翻去耐心等候啦。行啦。哦，好。究竟點解呢？原來保障過嘅公主走咗佬啊！月星，你咩事啊？唔得啊，師弟。啊！忽然間咧。呕吐啊！我揾笪地方解決咗先嚇，你同師傅翻去啊！月星啊，使唔使陪你咁？癲嘅陪咩啫？呢啲嘢自己搞噶嘛！誒，幫我揸住啦！哦哦哦！你翻去先，小心啲喎！得得。
咪走啊，公主！公主，咪走啊，公主！哇！喂！哇！你发鸡盲啊，真系搞错啊！你咁都撞到我！借咩人真？喂！喂！哇！有冇搞错？成班都发鸡盲啊！你晒谱！晒谱，我都踩翻。又系你，第一，哇，好靓啊！猪八戒觉得，俾翻包袱我啊！哎，哦，原来无赖我点会袖手旁观？我假假点都天蓬元帅嚟噶嘛？我咁嘅样会唔会吓亲？猪八戒想英雄救美，但系佢咁嘅样，所以佢决定变身。爱与正义，保护纯真少女嘅心，大合嚟啦！不好意思，神等护驾不力，致令公主受惊，请公主恕罪。你是公主？你哋起身啦！谢公主，多谢呢位合事相助，请问合事高姓大名？英，单名一个红字，英雄。乃是大唐人士，一生行侠仗义，锄强扶弱，抱打不平，行踪飘忽，四海为家。原来是英雄合事，失敬失敬。英合事护驾有功，请跟随下官觐见皇上，皇上必有厚赐。厚赐。英雄一生视钱财如粪土，救弱扶危，乃是合事中人分内之事，何足挂齿？英雄就此告辞。英合事，英合事啊！未知公主有何吩咐？全靠英合事救我一命，我一定要父皇亲身向英合事道谢。如果唔系，就唔系几好意思啦。既蒙公主错爱，在下亦不便推辞。英合事，请请。哇！系王爷，哎呀，父王以为再见唔到你啦。请父王饶恕臣儿不孝。起身，系，哎呀，都系父王唔好吓，嗱，父王以后再唔逼你嫁啦，吓，但系咁，你亦都要应承父王，唔好再逃出皇宫噃，吓。嗯，父王啊，臣儿今日几乎丧命，多得一位英雄合事相救，父王一定要替臣儿向合事多谢。英雄合事。依件靓啊，俾咗我就发达啦！呢件都唔错。弊，拣呢件好定呢件好咧？真系头痛。皇上驾到！参见皇上。应合事平身。谢皇上。哦，应合事个。英明神武，仪表非凡，啊，
真係有大將之風嚇。皇上太過獎啦，我只係一介草民，又點擔當得起呢？聽合氏嘅口音，似乎唔係本國人喎。冇錯，我本來係大唐人士，一生遊俠，浪跡天涯，挫強扶弱，以救人為己任。有幸路過貴國，能夠同皇上相見，亦幾生修道。唉，合氏太謙啦，如果唔係得到合氏出手相助，我怕皇兒早已遭不測咯。唉，皇上太過獎啦，能夠救到公主，實在我榮幸。一般嘅金銀財寶，我係唔會放在眼內嘅，所以皇上不必賞賜啦。合氏果非凡夫俗子，皇兒真係冇睇錯人嚇。好好好，咁啊唔係幾好。如果皇上堅持要賞賜嘅，在下亦卻之不恭。孤王有一件事想同你商量一下。咩事呢，皇上？合氏你离乡别井，四处流浪，咁你冇怀念故乡、思念亲人嘅咩？唉，在下相亲早丧，膝下净系得我一个儿子，所以我先至会浪迹天涯嘅啫。哦，咁就好啦。好，咁都好。啊，哦哦，孤王嘅意思即系话你可以无牵无挂。合氏你既然尚未成亲，孤王将皇儿许配俾你。将皇儿许配俾我？系，皇儿感激你救命之恩，早已芳心默许啦。孤王亦都年事已高，早已经打算退位让贤，未知你意下如何呢？俾埋我皇帝我做。二师兄啊，你出宫出咁耐噶，师傅担。哇，二师兄，你成身都酒味，你死啦！你去饮酒。我一定要讲清楚，你行开。二师兄啊，明能，你做乜饮咁多酒啊？出家人唔能够饮酒噶，你知道嘛？师傅，我对你唔住。二兄啊，究竟发生咗咩事啊？系咯，有咩事你咪同为师讲咯，你唔需要咁样啊，起身啦。我感受都不如，我杀咗人啊！二兄啊，你点解杀人啊？我一时糊涂，我以为俾人矫正，咁我攞起个钉耙就一耙。错啦，真错死咗佢。后屘有个细路仔走出嚟揽住条尸叫娘亲，我先知我杀错好人。二师兄啊，你点解咁冲动嘅啫？我都系一时糊涂啫。师傅，我杀咗人，你改个咒啦。吴能，你放心。为师无论如何都不会赶你走。不是师父啊，大师兄杀了人你赶他走，我杀了人你不赶我走，人家会说你偏心，你赶我走啦。师父，为师当日一时糊涂将悟空赶走，你今日杀人都是为了为师的安危你才这样做。为师断不会赶你走的，你放心。不是吧师父，你都是赶我走啦。我唔单止杀人啊，我仲无心向佛噶。我自从跟师傅你上路之后，我每日所谂住嘅就系酒色财气。我一见到女人，我就起色心。不单止咁，我仲成日同大师兄顶撞，我仲恶言中伤大师兄。我又懒，我又大食，我一无是处嘅。你无谓留我啊！你今日同为师讲得呢番说话，证明你有悔改之心。只要你有悔改之心，无论如何，为师都不会赶你走，一定会原谅你。冇，我冇悔改之心，我丧尽天良嘅师傅，我又贪靓，我唔想成日猪咁嘅样嘅，我冇得救嘅师傅，你改个走啦，师傅。其实我哋三师徒相依为命，无论你做错咩事，为师都会原谅你。我睇你都系饮得太多酒，
咁正啊！你馬上出去攞啲水入嚟，動能敷下塊面啦。好，好，我去啊，師傅啊！你唞一陣先啦，師傅，師傅，你對我真係好，我敢對你，我真係唔係人，我真係唔係人，師傅。我话过，我唔会离开你。我可以同佢讲清楚，我同佢讲清楚。唔能，朱八戒感激师傅对佢咁好，本来谂住同公主一刀两断噶啦，但系见到公主对自己一往情深，佢又点忍心讲出口呢？英合士，你几时入咗嚟噶？系，我刚刚到。画得好靓。我都画得唔好，你唔好笑我啦。昨夜星辰，昨夜风。瓦漏西畔桂堂东，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隔座送君春酒暖，分曹射覆立灯红。嗟余听鼓应官去，走马兰台泪转蓬。可唔可以叫你英雄哥啊？当然可以啦。英雄哥，白花妹。英雄哥，白花妹。英雄哥啊，我真系好羡慕你身负绝技，又可以凌空飞起，遨游太虚，而我就孤陋寡闻，终日长困深宫。我真系好想见识下外面嘅世界。不如我带你飞上天上好吗？真嘅，当然。唉，猪八戒已经堕入情网啦，佢会唔会又再情劫难逃？